家好，我是电动卡拉高。在没开始之前，如果你的手指不嫌弃的话，比这个优酷的朋友可以先帮一下关注，YouTube朋友可以先帮一下订阅。不知道在第二集中，大家有没有看到逐梦者三兄弟那精湛的脱口秀能力呢？耍你啊！在耍你！哥哥你回家！不对，是 breaking 技巧。那今天我们就是要来介绍逐梦者三兄弟中的团长哈利。哈利本名田静瑜，出生在1991年10月10日。会被叫做哈利，是因为他小时候被人说他长得很像哈利波特，会跳 breaking 的哈利波特。2008年的时候，他踏上了学习 breaking 的道路。至于为什么他会开始跳 breaking 呢？原因是因为当时他喜欢的一个女生也有在跳街舞，为了让自己配得上她，所以他就开始学习 breaking。但哈利老师，你最后有追到她吗？我想应该是没有，不然你们应该就会手牵手去约会，不会在这边跳舞了吧？应该不会跳到现在了吧？失敬，不好意思。那当初他在练习 breaking 的时候呢，家人朋友都不支持，认为那个是不爱念书的坏小孩才会去做的事情，所以他都是自己一个人在公园练习哦。那个时候他心中有一个 B boy 的偶像，叫做 Hong Tan。当时没有太多的资源可以学习街舞，他都是自己看着 Hong Tan 的影片，自己学着 Hong Tan 的招。也因此，很多人会认为他抄袭 Hong Tan 的招。那对此发言，他说道：“没错，他就是师承 Hong Tan。Hong Tan 就是启发他跳 breaking 的重要人物之一，所以他会有 Hong Tan 的影子是正常的。那他也接受大家对他这样的。”那如果大家想要看 Hong Tan 跟他的招到底哪里像的话，可以去看 YouTuber So Fresh 的解说。那我个人认为哈利最厉害的地方哦，并不是他的 breaking 技巧，而是他有一个温暖的胸膛，我没有躺过，炙热的心脏，还有坚持不懈的毅力哦。当时他都是自学 breaking， 没有门派，没有人罩，所以不管到哪里比赛都会被人欺负，也会被人酸言酸语。后来他决定创建逐梦者团队，替后辈开路。他没有靠山，就成为别人的靠山。小时候跳舞不被家长老师们支持，长大之后他就成为那些爱跳舞的人的支柱。逐梦者里面有一句话是这样的：滴水穿石不是水的功劳，而是坚持的力量。这就完全体现在哈利追逐 Hong Tan 的道路上。 Hong Tan 不仅是使他踏上 breaking 之路的导师，同时也是他一直想要变成好朋友的传奇人物。他为了跟这位开启自己 b-boy 之路的人当朋友，不断的在世界各地征战，那也终于让他在某个场合认识到了 Hong Tan。 他甚至很想跟 Hong Tan 来一场友谊之战，在他不断的邀请跟不断的被拒绝之下，怎么感觉好像在追女生啊？不断的拒绝，不断的邀请，哈利终于在2020年10月成功邀约到 Hong Tan 进行友谊赛。那 Hong Tan 这种世界知名的 B-boy 怎么会愿意跟哈利对战呢？因为 Hong Tan 看到哈利不是单纯的想跟他 battle， 而是真的有在世界上跳出成绩，像是印度 Red Bull 混双世界赛冠军、法国 Battle New School 冠军、日本 Kobe 冠军、东南亚 R16 冠军、法国 Block Party 冠军等等的。 Hong Tan 看到了哈利为了追他，不对，为了靠近他，跟他成为朋友所做出的成绩，终于在 Red Bull 世界赛 Hong Tan 答应了哈利友谊赛的邀请。虽然哈利小时候想追的女生可能没追到手，可能没有追到手，但是他长大之后却可以花10年的时间追到他心目中的偶像，跟他来一场友谊之战。在我眼中虽然他平常讲话就是一副随时都要脱口秀的模样，但是他内心是一个对梦想异常执着的人，可能他的梦想就是想要追到 Hong Tan 吧。不对，他也是一个乐于帮助后辈的人，所以当时他对战 Hong Tan 的那场比赛不懂的人就会觉得，嘿，你怎么有种去邀请世界级的 B-boy， 你怎么有这个脸去邀请世界级的 B-boy 跟你做一场友谊赛呢？懂了他的故事的人就知道，这一场友谊赛其实是哈利为了见到 Hong Tan 筹备了将近10年的追星之路，最后为 Hong Tan 跟他所准备的舞台，这个爱情故事为之动容，对吧？为之动容吧，拼命的想靠近 Hong Tan， 跟他来一场友谊之战。所以那场比赛输赢根本就不重要了，追星成功才是重点就算他们有输有赢，他们还是深爱着彼此。没有开玩笑，他们是非常好的朋友。Can't find any reason why I have to do this better. Also, there's my rule. Normally, I don't do better against someone young generation. I want to do better to old generation later.He keep telling me what he want to do. Then maybe I break my rule and also trust him. Also, it looks like it's gonna be a good chance to do it here. Yeah, finally I accept the challenge. In the early beginning, I already know this battle I will got smoked. But I still want to do that. It's because for me, it's not about the result this time. It's I want to prove a dream can come true. 哈利老师，你真的让我非常的敬佩。接下来我们就让大家看一些哈利的比赛片段吧。我是 Nando 拿到高雄频道，记得帮我按赞跟分享。 B 站的朋友记得一键三连， YouTube 朋友记得打开小铃铛。